说你睡前会收，为什么每次你朋友来玩，左手在帮你们收垃圾？你要再玩。你要吃吗？来不及了。你不是跟教官很熟，迟到有差吗？我要去补教室谈场地申请。下个礼拜要期末考哎。下周末爸妈要来台北，你要打扫房间哦。那不要很乱。轮到你了，每次都是我。又脏又乱又没气质，又笨又呆又无聊。干你屁事啊！小气鬼爱生气，你不要一直跟着我啊，烦呢，走开了。起来！完了。起来！到底在干嘛？谁叫你要把家里弄这么乱？起来了，你不是说要跟我一起上学？啊！有你起来。哎呦，起来起！哎，不要再睡。啊！现在几点？我是补教室完场地申请。啊！Mm-hmm.
你要吃吗？又脏又乱又没气质，又呆又笨又无聊，干你屁事啊！我为什么今天要搭公车啊？学校规定的。什么规定？我怎么都没有听说过。脚踏车棚拆了，不能停了。太扯了吧？啊，机车嘞？我不知道。那汽车呢？我不知道。你很烦。哎，哈，好像是我们学校的。在这里下车吗？嗯。那还是很欢迎你们加入生物社哦。怎么连你也睡着？为什么不行？你应该要醒着的吧？干你屁事啊！我现在开始找几点才会到学校啊？我也不知道哎，连不到啦。才会的。
雪吗？从一数到三百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，哎，你不觉得爸妈都对你比较好？你是对你比较好？哪有？全部都是我在说。哎呀，可是你的零用钱比较多啊。那是因为你爱乱买钱。你不要吵。老人冬天吃冰了。对啊，好冷啊，白痴。如果再学一次，我猜你还是会学冰。嗯，不会。为什么？不是不能选一样的？我会选养乐多，养乐多那不就跟我一样？不会。为什么？因为你会选冰。谁不会顶的？我才不要啊！哎，换一下。不要，你自己要选冰的。换一下啦！我很烦哎。想过，想过什么？想过会怎么死？当然是跟你一起死啊！因为我们是一起来的。我才不要嘞！我才不要连死都跟你一起。如果我们交换怎么样啊？你去我们班，我去你们班。我也不要。长得又不像，哦，对，你比较矮。